美综合报道，艺人 Icon 谢和弦时常以歌手身份和观众见面，但其实他过去曾参与多部戏剧演出。今24日他在脸书分享自己的高中毕业照，引来网友留言是终极一般的鲨鱼，还有网友称赞他根本是童颜哥。据了解，又为和谢和弦高中同届的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中分享自己的毕业照，同时也曝光谢和弦学生时代的照片，并写下怎么高中就帅成这样。谢和弦在看到后分享该则贴文，幽默表示以前花那么多时间抓头发到底是去上学还是去走秀。许多网友们看到照片后会想到谢和弦过去演出终极一班时的青涩模样，在贴文下回应这造型让我想到你演鲨鱼跟东城卫的时候一个终极一般本命的概念。眼尖的网友还发现他几乎动力大赞谢和弦是童颜哥。谢和弦过去曾演出终极一般。资料照记者黄文林社。谢和弦高中模样曝光，反射自谢和弦脸书，谢和弦时常在脸书和粉丝互动，反射自谢和弦脸书。